奇迹中的奇迹，中部科学园区七年来不断引进光电、机体电路等六大产业，带动中部产业转型与升级，激励高科技产业再创高峰。我们有能力建构永续经营与优质的投资环境，我们更有信心推销台湾，让世界看得见。让我们一起迈向世界的舞台，共同打造另一个台湾奇迹。